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将战争罪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严惩的先河，这是一个创举。同时，由于这些审判最终确立了联合国一致赞同的原则，破坏和平、进行战争、践踏人道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，违反者必须为此承担责任，并付出高昂代价。